好，提醒大家真的要小心哦，鹰价已经垮下来了，路数也砸下来了哈。还有，这真的是乖乖在家里头，但是要问大家，好，外天聊天室主评子评所有的这个螃蟹宝宝中间铁粉看过来，有没有人已经准备好想要放四天假了没？哈，在我们的外天聊天室，欢迎您留言告诉秀秀，告诉我们新闻团队，你有没有准备好要放四天假了呢？好，这是不是大家的希望跟期盼呢？来，周五台风假的几率曝光了，我们就来看一看了，卡努进逼会不会至少先来个连两天台风假呢？但是啊，因为放假问题哈，北北基桃有人不同步好，硬是有人没有这个跟其他人一样啊，放还是不放？嘿，引爆民怨呐！不过我们先来看看是现在其实这回为什么要放假哈？这个因为真的其实台风所带来的风啊跟雨是非常强的，而且又走得这么的慢哈，这个牛脾气慢慢的归。慢慢爬啊，还那边大来一个法夹湾，对我们台湾影响已经很严重了。来，你看刚好碰到什么大潮海水的倒灌，你看惨了啦！好，旗津高雄已经连淹三天哦，你没有听错，已经连三天都淹水了哈。还有基隆市区也淹水了。另外呢，来我们继续来看的是基隆，哇，沿岸长浪把什么东西打上来了？一头拉骨的废弃物全部卷进来，卷上来了，你可以知道这个浪有多高，力道有多强。另外呢，在台东也出现了焚风哦，哇，恐怖了，这个八级风把路树都给刮倒、刮断、刮垮了哈。另外，好，来看看北部的超市，你看大家已经抢光光了，要买蔬菜只剩一喵喵，好，这边已经抢光了，没有错，大家很担心哈，台风这个带来的灾情会很严重。其实呢，这有人说了，黄阳明就说了，台北这是台北继2021年9月12号这个呢灿树台风之后，暌违了1年10个月，又20天才再次的放台风假哈。黄阳明说出了，的确，你看，台北人应该都很有福，的确隔了一段时间才终于有台风假。不过这个台风假哈，是希望大家乖乖待在家里头，不是让你啪啪燥的哦。大家有没有希望再多放几天呢？但是问题来了，今天其实哈，在今天到底上不上班上课？昨天哈，桃园市公布的是正常上班上课耶。好，桃园就硬是，因为大家都说北北基桃是一个共同生活圈嘛，像秀秀也有很多同事，他家里其实住的是在桃园，但工作地方在台北或新北等等，结果不同调不同步呢。好，民众骂翻了。其实根据了天然灾害停班课的作业办法，台风的暴风半径在4个小时之内可能经过的地区，它的平均风力只要达到了7级以上，或者是阵风达到10级以上，或者是未来24小时累积的雨量预测会达到，比方说山区有200毫米，平地达到350毫米，就可以停班停课。当然最终还是要看地方政府怎么决策，但是天然灾害停班停课的作业办法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根据了雨量，根据了风力，好来做一个评估。但为什么为虾米桃园就硬是跟双北不同调呢？没放台风假错了吗？哇，好像还真的错了嘛。来，网友骂翻了，你看看网友怒炸，有人说，市长你说好的同步呢，不是说北北基桃同步生活圈吗？好，也有网友怒翻了，说不是共同的生活圈吗？也有网友说没有善政只有善变吗？桃园风比台北大耶。好，有网友说，桃园的朋友们，我知道很多可爱的朋友们也都在桃园，我们的中天铁粉很多人住在桃园，来跟秀秀报平安，你那边在哪里？好，风强雨大吗？有没有平安？好，大家有没有准备好想要放四天的台风假呢？好，来看的是的，这个有人说，现在桃园没有雨哦，好，是看起来是风很强啊，雨还没有来。但另外呢，也有人说，这个萝卜头在说，2-3天都没有吃青菜会怎么样？当然要赶快来抢超市的东西哈。的确，这回卡努台风影响的北部地区，其实民众迎来了久违的台风。来，北部地区朋友们告诉我，你现在在有没有乖乖在家里放台但是你看不少民众反而还翻了耶，隔天不用上班啦，昨天晚上收到干嘛？
不是手到冲去抢这个台风的囤物的物资，居然订 KTV、订包厢、订电影票房，一早风雨还不太明显嘛，哇，你看好多人全部冲来了哈，不上班不上课跑来唱歌开趴了，有人从昨晚唱到早上，包厢定位全部忙线，甚至呢还忙碌连不进去。台风来袭啊，这个民众往室内躲，也让 KTV 跟电影院意外大赚一波台风财。台风假一早，台北刮起强风，下起间接性阵雨，民众有志一同，电影院集合。一大早售票口就涌现满满排队人潮，在家里有点无聊，所以跑出来看电影。现在比较凉，其实还蛮好玩的。对对，上面都是人，有一点赚到一天台风假的感觉。很久没放台风假，每次放台风假都是无风无雨，看电影的好日子。中度台风卡努来势汹汹，北北基宜三号宣布停班停课，上班族爽赚一天台风假。电影院里出现不少人来看电影打发时间，点开线上定位系统一看，热门院线片好位置的票早就被一扫而空，不止电影院，就连 KTV 包厢也是一位难求。周三深夜刚宣布放台风假， KTV 门口外就涌现唱歌民众，包厢半个小时内被订爆，就连夜店的门口也排起长长人龙，有人欢唱一整个晚上，还有人一大早骑车穿着雨衣就来 KTV 唱歌。可以放假很高兴，早上应该比较少人，所以早上就来唱歌。我们订完没多久好像就都满了，因为中前那边我们要预约就很难预约了，我是好不容易抢到包厢的。大雨狂风都浇不熄民众热情，迎来久违的台风假，从深夜到白天，民众往室内场所钻，也让 KTV 电影院业者赚了笔台风财。记者姚丽强、范雅乔台北报道。好，的确啦，这个风雨是一阵一阵的，也许此时此刻小了一点，但待会我可能又大起来，所以大家还是要乖乖的哈，不要到处乱跑啦哈。另外呢，同时呢，我们也来看其实这回的台风暴风圈的逼近，在基隆市区，哇，惨了，已经淹水了。你看看，因为大满潮，海水倒灌，整个这样灌进来，哇，整个路面全部淹光光，积水淹水高达15公分，在脚踝，紧急出动了这个抽水马达，一直来抽水，还抽不完。店家现在紧急设置了防水的栅栏，要把水挡住，但是就怕水继续淹进了店中。路面满是积水，淹进骑楼，行人还得拉起裤管涉水而过。一看不得了，淹水高度竟然达15公分。二号晚间，卡努台风来袭前，基隆却提早大淹水。艾斯路口出现大满潮，海水沿着田寮河倒灌，路面全是积水，路边水沟盖也被水势整个覆盖住。一旁店家紧急设置防水栅栏，就怕水淹进店内。路边几十台抽水马达狂抽一整晚，但抽水进度实在缓慢，让当地民众实在很无奈。能起劲物。做这个抽水，临时抽水，但是也是很慢的。由于田寮河涨潮，水位满到接近桥墩，导致海水倒灌，而市区又排水不及，才会造成路面满是积水。另外，在基隆港，渔船载浮载沉，停泊在码头，却因为海水涨潮，水位持续增高，只见整艘渔船都快游上陆地了。而在基隆国门广场前，竹名装置艺术作品声势，因为先前台风作业备受批评，此次缆索固定之外，更又不透气胶膜紧紧包裹，引来民众围观。而网友更戏称，路中的木乃伊，快来拯救被蜘蛛丝缠绕的人。卡努台风暴风圈还未出台，北海岸风雨渐长，连艺术品都穿上雨衣为防台做好准备。记者朱丁龙、郭玉轩基隆采访报道。同步来关心了，这回的确受到这个卡努台风影响，其实北北基今天是停止上班上课。好，这呢来看是蒋万安在昨天傍晚宣布停班停课，一个小时被网友捧成了全宇宙最帅的市长，但是一条马路之隔桃园，市长张善政呢脸书也被灌到爆哦，一个小时涌入14000个怒啊愤怒的表情，按到赞。张善政做出了解释，他说因为呢距离停班课标准太远了，而同样心情很两极的还有像是士林这个林口长庚医院跟华雅科技园区，跟新北一路之隔哦，只因为地址在桃园，所以要上班。中台卡努暴风圈轻轻扫过北台湾，北北基桃命运却大不同。台北市长蒋万安二号傍晚就宣布台北市停班课，网友疯狂留言大赞：“你是地表最帅市长！”一个小时内简直把他捧成全宇宙最帅。但临近的桃园因为没有达到法定放假标准，宣布正常上班，市长张善政连续一个小时内也被灌爆，收到1.4万个愤怒表情，网友还骂他：“你给我自己骑车去上班！”傍晚开始啊，从下午
还降雨量会多，风势会非常大。市长觉得您跟张善政市长是不是很帅？都很帅。今天桃园的风跟雨离游客请帮你了解还有一段距离。但在桃园骑车上班，果然风雨也不怎么样。北北基上午风雨不算大，市长被夸被骂两样情。更两极的还有像这林口长庚跟华雅科技园区，明明都位在新北林口，但因为地址是桃园龟山，所以不放假，就一条马路分隔新北和桃园，一边放假一边没放，全台这里最尴尬。网友点名，全台最悲情地区就在桃园的龟山还有林口的交界处。往我的右手边看去，不用上班的新北市有不断的车潮开进了桃园地区；再往我的左手边看去，桃园龟山交通一片繁忙，一条路两个世界，上班族的心情就像天堂跟地狱成这样，也是很不好。好歹你有呢啊，不命，我不用上班，一定会去看电影。到底谁能放台风假？中央规定，凡是上班地、居住地或是上班行经地，有任意县市宣布停班停课，都可以放台风假。不过劳动部也强调，放台风假，雇主其实有权利不给薪。若是固定居家上班的人，则不适用台风假。但若是雇主临时要求你在家上班，劳工可以拒绝。台风放假，政治学一路之隔，两样情。记者黄义军、王志恒，新北、桃园采访报道。好，真的是两样情哈。桃园的朋友们，很多人在哭哭哈，说桃园宣布正常上班上课，但也有人说要体谅市长啊，哈，的确没什么风雨啊。不过张善政这回真的是被骂翻、骂爆、骂到臭头，骂到啊，在脸书留言哈，这整个灌爆，大家全部跑来骂了哈。对于市民朋友的这个批评，张善政他也赶快做出了最新的说明。对脸书的部分，我想网友们有各种意见，我们都很尊重。像今天会不会很挣扎？你任何一个县市首长做这种决定，我想心里面都是相当大的压力。我想这个是一个难免的现象。那个连友在期待下午的变化。我们再看看哈。我觉得我们还是以气象局预报为主，好不好？气象局预报至少今天是不会有达到停课、停班停课的标准。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你知道吗？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称它是神仙的礼物。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健康没负担。每日克斐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输入我的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